兄弟们，今天这个小翔同学的这个幼儿园同学啊来家里玩了。小同学，你要不要请你同学开点卡包？可以啊。你请他开什么？我请他开小马宝莉的吧。小马宝莉啊，那你拿过来吧。那就开个最贵的好吗？行不行？好的。好的，好，那你拆开吧。小翔同学就请他开这个小马宝莉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拆吧。嗯，行吧，来，那你坐这里。你以前有开过卡吗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第一次开。嗯。好，那行。小同学，你可以教一下他要怎么开。那你说呢？就是呢，一包里面有两张好卡，然后先直接看背面，像这种紫色这种，里面有两张的，这种就好卡。对，那你翻出来看。然后一张是 3D 的，这个是 3D 的。啊，一张 3D， 一张是 AOSR 对吧？嗯。两张，来，那你现在你拆开一包看一下。嗯。小翔这个幼儿园同学他是第一次开这个小马宝莉卡片啊。对，第一张就是好卡，对，那张好卡，来一张 HR 的。啊，还有一张，这个是 UR 的，来，再继续开，来，小翔，等那些开完你再开啊。来看一下你们两个谁开的卡稀有一点，来，对，看背面就行了。来，一张 UR 的，啊，又一张，这张也是哦 SSR， 来，继续往下开，还有三包。好，看一下这一包，好，第一张翻出来我看一下啊 ，HR 的，第二张是。看一下，如果说这个卡片背面有一个标签是 K 的，那就很稀有 SC 卡，啊，这张卡也不错的 ，AOSR 卡，来还有两包，看一下这包，看一下你同学有没有好运气开到 SC 卡，一张 HR， 哎，这张是 UR 的，好，最后一包，好，小杨同学准备啊，接下去你开，一张这个 HR 的，还有一张啊，又一张 SSR， 好，啊没有开出 SC， 来看一下你，啊你直接五包一起开了。看一下你有没有 SC 卡，来，看小霞同学的运气吧，来放上面，来，对，把这个后面的线全部剪出来，有标的，有那个 K 标的就知道了，没有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都是开出来什么卡，好，来翻开 HR， 又重复一种，都重复了 ，SSR 没用了都，都开出来都一般般啊，好像没有开出什么好卡哎，哦，好，那你再问一下你同学还要开什么卡吧，好吧。